国际狮子会300避难区日前在三重小巨蛋举办寒冬送暖敬长者的活动，邀请三重、新庄以及芦洲地区的独居弱势长者共同参与，席开104桌，每位参加的长者还可以获得500元红包。国际狮子会为了庆祝创会百年，全国15个狮子会的复合区共同举办公益活动，其中300避难区选择在三重小巨蛋举办，邀请邻近地区独居或者是弱势长者参加。钱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我们如果有能力的话，尽量帮助弱势团体，帮助有需要帮助的人。包括三重、芦洲和新庄的独居长者或是弱势长者，提早在过年之前感受围炉的气氛，尤其菜色又相当的丰富，长者们都吃得很开心。很开心啊，真的很好，赞赞。每年过年总是格外温馨，因为有许多国际性社团或是基金会、爱心会等单位举办大型的围炉活动，让独居或是弱势的市民朋友感受到大家的温暖。记者方坚凯、林景瑜三重采访报道。